婴幼儿发展对成长是非常之重要。六个月大的婴儿开始喜欢同人接触，吸收外界信息。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活动能力开始增加。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要多探索，多尝试，从而启发潜能，建立自信。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做才可令婴幼儿发展得更好呢？针对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发展而设计，通理音乐艺术中心推出的 Tommy B 亲子 Playgroup 课程系列，透过音乐帮助婴幼儿在认知、大小肌肉活动、语言、社交、情绪和自理能力六大方面的良好训练，令婴幼儿健康快乐地成长。因为幼童咧对于有音乐同节奏加埋动作咧嘅活动咧更加有兴趣同埋有反应嘅，咁所以例如我哋叫佢做一啲嘢啦，我哋都会可以同佢讲佢名 Jaden shake your rattle， 咁就会容易过你只系用一啲语言嚟到指令佢啦。导师仲会教导家长点样透过按摩嚟到加强 BB 嘅感官发展，同时都可以建立更亲密嘅亲子关系。在婴儿按摩咧，我哋通常分两方面嘅好处嘅。喺心理方面就建立到更亲密嘅亲子关系啦，帮佢哋咧能够建立到个自信心。生理方面咧，咁我哋就会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咁淋巴嘅循环同埋咧肚仔痛嘅时候都可以减少嘅。九至十八个月大嘅婴幼儿活动能力增强，好中意四周探索。Tommy B 精英班就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小朋友的大小肌肉发展。还有手脚协调、听觉和节奏训练。在课堂当中，小朋友还可以互相观察，初步接触群体生活。我哋呢个 Tommy B 精英班嘅课程咧，其实可以选择用广东话同英语上课嘅。咁以四季嘅节令音乐为主题，可以配合唔同嘅活动，培养幼儿嘅责任感、礼貌同埋自律。去到十八至廿四个月嘅婴幼儿，身心上有住明显嘅成长，自主性增强，所以呢个时候。小朋友透过音乐和群体活动去学习和训练专注、规矩和礼貌，培养出待人接物良好的态度。大声讲 Thank you！ 而课堂中歌唱环节更有助幼儿的语言发展和情感表达。另外，透过有趣的音乐活动，小朋友开始学习基本乐理知识，增强想象力，培养对音乐的兴趣和敏感程度。我们的 Tommy B 音乐课程和外面最大的分别就是以音乐为主，而十八个月大的小朋友已经是能够独自行走，而且能够懂得聆听基本的指示的了，有部分也都能够用词语和句子去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感受。我哋用英文儿歌咧，系可以让幼儿接触唔同嘅语言啦，对日后学习咧外语有好大嘅帮助嘅。咁我报读通理琴行嘅 course 咧，就系因为佢规模大啦，同埋通理琴行嘅师资好好，咁同埋我好多朋友报读完课程之后咧，都个口碑啊嘅comments 都非常之好嘅。咁而咁啱咧，屋企附近又有一间通理琴行嘅分店，咁所以就帮佢报读咯。
讀咗通理呢個 Tommy B 嘅課程之後咧，咁我發覺我小朋友咧每次翻學放學都好開心咯。咁咧之後咧，佢對音樂啊、節拍啊，咁都比較敏感咗，同埋咧成個即係成個人嗰、那個佢個服從性咧都高咗咯。Tommy B 系列課程嘅導師都擁有豐富嘅嬰幼兒教育經驗，並由教育及音樂專家用心設計出可以配合嬰幼兒成長同發展嘅內容，找緊孩子每個階段嘅學習能力同埋特點，好好令孩子發揮創意同埋無窮嘅潛能。通理音樂藝術中心是香港音樂教育界的權威，我們辦學已經30多年，除了師資選擇嚴謹之外，我們也是首個機構引進外國音樂教育系統來香港，將最好的音樂教育帶給喜愛音樂的朋友。